今天馋了是不？想吃妈妈那碗里的东西，对不对啊？想吃啥用手指去。那叫妈妈给你一口呗，叫妈妈给你一口。那能吃吗？儿子，是不是馋了？馋了的话吐个舌头。哦，那你亲一下妈妈呗。哎，再亲一下妈妈。你谢谢妈妈吧，叫妈妈给好吃的。你说给我好吃的。哦，谢谢他。那你能吃啥了？那你不能吃，你能吃什么？你去拿。能吃什么？哦，能吃辣，那就拿吧，拿给叫妈妈给吧。啥都知道，能吃啊？他知道辣不能吃。那就谢谢妈妈了，亲一下妈妈了，亲一下他，亲一下妈妈。快赶紧给吧，多给一点，真抠。